聊天啊。是妹妹吗？还是伯伯？妹妹，讲清楚。就是有喝酒的地方嘛，然后他们会 叫你说啊，你唱便便给我听，你唱。然后那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烦，嗯，就因为下班了还要去，对，就一。就是这样子感觉，嗯，没有，你需要练习就是瑜伽跟呼吸，你就会整个人会很稳。哦，那到底是谁该去练瑜伽呢？会不会是Billy姐？就是比较乐观嘛，哈，那常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沸点比较低，对不对？就是很容易一点点，可是你很容易会反应比较大。那这个其实是属于跟刚康哥不一样的，就是你是属于比较对小地方都很敏感。所以如果我们说康哥的反应是集中型的，那可能碧姐就是比较细致跟分散型的。所以你常常会在很多小地方去 enjoy， 但是你不会很计较说那么具体或一个那么目的性的东西，所以你们两个人的特质是不同的，吸引人的魅力也不同。可是我常常为一个笑话笑好几年呢，欸，比如说我走在路上，我突然想到，我突然想到，我就一个人一直笑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而且笑到我自己都觉得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我昨天就看到一个欧巴桑就这样，哎呦，他就边走边笑，不是边哭有没有？不是一个人呢，我就想到一个笑话，比如说我现在正在梳头发，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个刚刚讲的笑话，或是谁跟我讲。我会突然一直笑，一直笑。我可以用一个比例哦。如果说康哥是属于放烟火型的，高空就是烟火放上去，就大家就绷着等胖最后那个。那碧姐可能就像仙女棒型的，是从一开始就是小小的火花一直烧很久这样。对呀，一个是烟火，一个是仙女棒这样。所以他们都很可爱。你需要仙女棒吗？没有啊，你就是用你这样的个性过日子，对对。然后大家也喜欢你这样子的个性，也很可爱，维持现状，没有问题，维持现状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有啦，你很好的，真的，哦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刚刚有提到我们制作单位哦是一个假鬼假怪的制作单位，所以今天不止我们四位贵宾而已，还有其他神秘的嘉宾。哇！到底这个人呢，会不会是之前呢刚刚节目上面有提到的那个人？我们啊，你们有谁？很难讲。这位神秘嘉宾到底是谁？会不会是那个人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烂帘子。哎呦，哎呦，应该是正妹来的哦。手指很修长哦，哎呦，今天可能戴假发哦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对，哎，身材还蛮像的，是是是，请问一下您的身高有多少？身高是172公分。Bingo， 172，直接中，对耶。好，我们接了，好，我们接，我们接，高大哥，别装了。高大哥172啊，真的吗？那因为是好朋友嘛，我们想要请教一下，康哥对你好不好？多好？非常好，我好紧张哦。哎呦，为什么？那不是他，他没有讲过我，是你的现任女朋友吗？哦，对。佩姐，让我来猜他是谁？好，谁？曾庆宇。我们想要请问一下哦，因为康哥都很大方，真的，请问一下他曾经送过你什么东西？太多了。哎呦，有最刻骨铭心的一样吗？他送我皮夹，而且是名牌的。名牌皮夹。哇。请问有送你车子吗？哎呦哎呦。没有。哎呦。没有了，没有。那有康哥有送谁车子过吗？有，就是车子给那个女生开。真的假的？没有了，有啦。哇，没有，以前有送过车子要给女生，但是她嫌太小。OK， 我骑车上骂街哦。对啊，再卡多了，她嫌太小台了。送老师的那一种，不晓得吗？哦，你会拿康哥送你的东西去网拍吗？有想过。哎，有想过，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做呢？是，一定是很丑吧东西？对啊，那不是一个纪念品，搞不好是因为很有价值啊。搞不好是你他缺现金啊。对啊，啊那个还蛮可以换蛮多钱。对啊，零食会吗？因为我们之后就没再碰面了。
哦，想说因为都不用再联络了嘛，那干脆就拍卖掉好了。因为当初也是乱选乱买的啦。等一下，那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哦，就是你跟康康相处的时候啊，通常是你比较占上风，还是他比较占上风？哎呦，哎，这是不是有深度的问题？问这个太私密了吧？不会不会，这有深度，不是私密。对对对，私密跟等于深度，哎，其实也差不多。你回答一下好吗？你都让他吧，是不是？还是他让你？我又不知道他是谁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所以你会送他东西呀？回答了，回答了。我们都是互相的，互相。那请问，请问你有没有在喝醉酒打过康哥？啊？哦，兄弟吗？谁敢啊？太闲了。有哎，真假的？内行的。哎，那故事是怎么样？故事，故事，故事啊！就啊，这个没当功。他的故事就有一天他喝醉了，啊，就是。可能也打情骂俏，对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朋友嘛，对嘛，然后朋友嘛，就打架子啊。但是有时候你的女人醉了吼，那个手力还蛮就打到怎么样了？就打到怎样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，没有，就是那种打情骂俏，打情骂俏嘛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情骂是爱，这是我女朋友吗？这是他们两个在一起过吗？在一起过的吗？两个人在一起过吗？会不会是这一位？我们问最后一个问题哦，您觉得康哥是一个好男人吗？非常好。哦，就是他了，就是这个女生了，就是他。到底这一个人是谁呢？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助理小姐先让大家看一下他的下半身。谁？两个字的吗？哦，腿很长哦。哎呦，有可能哦。你自己讲。Oh my god！ 冰丽姐，你觉得是谁？谁？两个字一样的，哪两个字一样的？什么？设计部啊？两个字一样的，你觉得是那一位？康康，等一下，你觉得这样像不像？说真的，康，我很久没有看到那个人，你会不会怕？谁？不会啊，因为又没什么深仇大恨。哦。对啦，说的也是。康哥是用很坦然的心态，那我们要让你们看一下，颈部一下的哦，颈部一下哦，对，这样比较好猜一点，因为有一些特征在颈部以下，请看。什么 ？Oh my god！ 啊哦，是哎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哇，这个真的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很像，这个胸围还蛮像的。你觉得也是？你们不要这样录嘛，对不对？哦，等一下说。就不好意思，康大气一点嘛，不要这样嘛。不是，因为我们上一次也是，每个人都有他的这个地雷。哎，你可是哦，对啊，既然他怎么可能会说我是好人？会病啊！你本来就是好人啊！不是，他现在埋了一个点啊。问题是后面的女主角不是那一个啊，在一起过，反正就是还是朋友嘛，大家还是朋友。所以茶花姐，您也觉得？是刚刚碧丽姐猜的那一位吗？因为我觉得从那个帘子这样往上拉到这个胸部这边，绝对是嘛，你看就知道了。因为他的胸前真的实在是太宏伟了，哦，绝对是，你看就知道，有多壮观，就非常壮观，差不多他没有 G 也有 H 啦，啊，一定。你刚才说他是埃及艳后好了 ，I 啊，到底是不是大家心目中想的那一位呢？碧姐，你说到底是谁？你认识吗？毛毛。你要看毛毛吗？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千万不要冲动，这时候七点播的，真的怎么了？神经病了他。等一下，康哥这样的反应是不是有一点开始防卫？有一点防卫哦。没有，他最喜欢这样。他我觉得对，刚刚碧丽姐说两个字嘛，我觉得是三个字。你看这个身材，我觉得三个字啊。是是是，三个字是谁？杨巧。毛毛毛。